好，跟第九题上一题第九题同一个类型的相关的。好，那它是要比较这三个对数的大小关系。那一样我们来观察它的底数是 0.2， 哎呀是小于1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对于这个函数，好 y 等于以 0.2 为底的 log x 的这个函数来说，当 x 增加的时候，整体 y 就会减小，所以呢最大的是谁？真数最大的是谁？ 0.1， 再来呢 0.01， 最后是 0.001。 所以呢整体的对数它的大小呢，你就可以把它反过来写。好，同样都是以 0.2 为底嘛，好，真数 0.1 的呢就会小于真数是 0.01 的，就会小于真数是 0.001 的。